个金刚眼睛飞向阿嬷那边，阿嬷那边两分，老板这边三分。好，休息，要下一回合。圈圈，往上飞，小心。好，我们来比赛，谁先碰到我？我们三个一起看谁先签到。来试一下，老板先签我。三、二、一，签签哦，签到了。哇！看你的手有多快，进来了，超快。哦，快快快！哦，看你谁比较慢，那要怎样？哇，这么厉害啊！这个比较难哦，要慢慢的哦。一二三，试一次，手上去就好，慢慢的。现在是比慢，对，厉害，这样够慢。再试，要握紧，要握紧，看谁力气比较大。是慢哦，不是快哦。哎，来，再试，来，一二三，哎，谁比较久？谁比较久？成功，好厉害！你要跟叔叔比比赛谁的眼睛比较大？啊，牵手哦，没关系，看叔叔就好。好，来，预备，牵手，牵手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还可以啊，老板，老板可以吗？啊，可以，停。哦，检查有没有得？我要赢了。你看你刚刚的表现怎么样？耶，秀耶，三分，恭喜，赞赞，签，看叔叔。成功，成功！看我啦，准备了，来喽，签！有了啦，有了。OK， 好，放着，赞！准备了，抬起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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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飞好高！那边，那边，飞走就不见了。你换一个，再想一个地方。但你数三二一，然后你来找我。三、二、一。就帮我那个再拍一次，再走一次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我看一下，你怎么给他去买一找不到啊？这支是我最新定做的麦克风，以防脱手。它这边有一个胶布，然后它支持这无线收音，续航大概三个小时。转两圈。怀念小时候，简单天真，简单天真。这样学会吗？